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猪儿。刚刚在楼上把莹莹给哄睡，也不知道大坤自己一个人在这干的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太冷太冷了。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昨天晚上下的雪都在地下站住了。平时下完雪之后，落到地上一会儿就化了，真是看出来是降温了啊！得亏昨天把那个柴油换上了，干啥呢在这？他现在刚整完，刚整完现在呀、啊？昨天那个不是整的中间放卡吗？对啊，又看不过去了。你看我整好了一块，啊，给它固定到那个位置了，固定到床板上了。这是两个现在都有。我一猜你就看不下去眼儿，他自己缩不回去就看不了，就得给他整好。整好了吧？嗯，等好了。这个原来是那个，就是拧死的，现在我又调成活的了。啊，活的行，活的最好。哎呀，真冷啊！是下大啊，对呀。我就没见过下大雪改车的吗？没见过。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系安全带给绑上了吧？嗯。是这个啊。现在都是往那个右侧插呗。对呀、啊，都是标准的。行。怎么样？非常好啊，而且呢还能自己缩回去。昨天那个自己根本缩不回去，得手动。昨天那个有点晚了，着急了。嗯。今天用了一上午时间把它整好，老麻烦了。那么麻烦呢？那当然了，你这个东西不是原装的，没有安装孔位，没有合适的角度，你都得研究啊。是啊。你也不像那个标准的那个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直接把螺丝拧上就钉是钉，卯是卯的。对，词用的不错。这回行了。再说这个椅子吧，其实你看它是双人座，但是它基本上坐不了两个人，除非特别瘦的两个人。这位置也就坐一个大人一个孩子就完事儿了。对。嗯，两个安全带其实没用，一个安全带有用。嗯。就用一个就行了。但是那个咱们审车呀或者上牌啊，肯定是三点式安全带是标配的。对，那是必须得有的。所以说这个就这样。行，整的这个整的可挺好。嗯，我现在要在下面弄那个箱体呗。对啊，电池仓啊。还没做的，收起来就可以用笔。夸夸修了，夸夸整了。嗯。整吧，把那个边封上，然后你好把那个逆变器和电池都放里，看看缺点啥，少点啥，还好买。先研究研究啊。嗯，研究吧。什么声啊？飞机。直升飞机。直升飞机声这么大。对对对。看咱车上落的雪，这昨天晚上下的吧？那这都没化呢，都站住了，看。上面还有大松皮子，哎呀，可能真是能看出来，这两天真冷了，太冷了，抓紧干活吧。安全带整完了，这是又开始安电池了。我把电池先安上，要不然柴暖用不了，太冷了。嗯，这两天确实是伸不出手来了，有点。还是咱那个电池，嗯，是被多少人吐槽那个电池，咱自己做的，那算天理。线是自己做的，电芯是自己买的，里面这个绝缘、保温、减震都是自己做的，对。对，包括这个小铜牌也是自己做的。铜牌有那个网友说了，这个铜牌必须要那个就是软性的，防止电池之间那个膨胀。嗯。然后还有铜铝复合片，一面铜一面铝。这边是铜的，这边是铝的，然后放在这块用铜和电池中间防止它铜铝反应，挺复杂呀。这是咱的保护板，之前那个保护板买小了发热嘛，换了块大了，给电池先堵上了。哎，这么看有点像个收音机，像吗？像啊。你挂在这块，然后拿个耳机随身听，不是应该是扛在肩膀上直接听。你这电池整完了？电池没有，我刚把那个给它16串串上，现在是53伏，就相当于咱们48伏的那个电池，给大家测一下看一下。总正总负看，现在53.3。嗯。电掉了一点，好长时间没动它了，说明就是咱串成功了。然后这个保护板的线啊，我也接上了。然后正在准备要那啥呢，
给他做下绝缘，上面把保管放上。之前都因为之前都做过嘛，嗯，做过都已经组装好了，都已经使了，烧开水都成功了。啊，后来因为那保护板发热，完了之前有视频，有那个看过咱视频的网友知道，跟那个厂家打了个小官司，淘宝他不给退，然后给我气够呛。后来找着他们那个，在网上搜着他们那个在公司的那个董事长电话了，哎呀妈，办公室电话，整大事的。啊、嗯，然后打回去之后，完了同意给换了，换我就加钱换了块大的嘛。啊，这一搁就是搁好几个月，到现在没动，我直接给他接上。接上之后，到时候咱车里那个电器啥就能连上，灯也能使了，暖风也能使了，省着挨冻了。啊，那这不是电池快完事儿了吗？就是电池是单独的电池，是、啊、不代表电路完事儿。嗯，电路还是很繁琐的。嗯、听说大坤又接活了，啥活儿、啊？嘎巴子的活儿啊！刘超来了，网友刘超那个想自己在家 DIY 个小音箱啊、嗯，有一个中间个小功放，两边个小喇叭，有点像咱过去那个80年代跳街舞那个收音机，是那个对，扛了那个。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画的图纸，嗯，有点那个意思。就是这个这什么这个音发烧友不发烧都不至于现在在那画线呢，一会儿帮他嘎一下，给自己动手了他自己有尺寸啊。哎呀，这工作室活生生的让大坤嘎上了一个险境。哎呦，你瞅俩这衣服，我的老天哪！这个密度板，嗯，就是这样。你妈这衣服，哎呀，我知道今天回去挨揍了。家法伺候。我的天哪！硬啊！我们仨就及时的冲出来了。我还不忘把这四块板也揪出来目的的啥